七张罕见老照片，图一引人注目，图二难得一见，图五李小龙父母颜值高。1920年法国，八岁的雷舍夫斯基击败了数位象棋大师，真乃神童也。雷舍夫斯基四岁开始学棋，六岁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车轮战表演，天才少年引人注目。1933年1月，德国总裁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，历史性的握手难得一见。1920年初，毛泽东在湖南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，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城。左边第四人是毛泽东，英气十足，希特勒和希姆莱左以及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的罕见合影，他们正在看军事地图，拍摄于1939年。李小龙父母的罕见合影，妈妈何金堂有一半德国的血统，容貌靓丽，父亲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李海泉，气质斯文儒雅，真的太帅了。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罕见老照片还是挺漂亮的。1981年7月，戴安娜王妃，当时还是戴安娜斯宾塞女士，和萨拉弗格森一起在考德莱公园马球俱乐部，后来成为约克公爵夫人。那时候的戴安娜王妃清纯美丽，令人惊艳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